很多人来说出国留学或者是游学是梦想，但是需要的当然是钱或者是机会。桃园县政生高中和加拿大多伦多教育局合作，利用暑假期间由多伦多安排12位教师到政生高中部来教导四周英文课，不但是全程英语教学，还模拟不同的情境，让学生呢感觉到不用出国的在地游学。为期四周的英语课不但有来自多伦多的外师全程使用英语教学，课堂上还替学生模拟各式情境，让学生练习对话。政生高中与多伦多教育局合作推出的暑期英语班，让想要出国游学的学生不必花上十多万的学费，在自己的学校上课也能达到游学效果。一刚开始来到这个班级，当然大家都不认识，那老师也不认识，所以一定会有点紧张，但是在上课之后，其实课程也都很有趣，就可以有跟老师有互动，以及做一些作品，让学生与国际接轨，一直是政生高中积极追求的目标。校长更希望让学生不必花大钱，在台湾就可以有类似到加拿大游学的体验。本校的愿景是培养品格，教出优秀，连接国际。所以这三年来，每年的暑假呢，我们都跟加拿大多伦多教育局，进行学术跟文化的交流。现在孩子竞争力越来越大，英语不再是第二外语，而是必备品。许多家长都希望让孩子早点接触英文，赢在起跑点。联合报郑国良桃园报道。